好，我们所有各位哈，我们待会在进行的一个过程当中，首先第一个哈，要麻烦大家做几个，我们在整个排队的过程当中，要麻烦大家，我们协助一下他们的一个秩序。再来第二个，排队如果排到马路口的时候，也要协助一下我们的交管。 然后让他们尽量的往内靠，不要在马路边了哈，会有影响到交通的安全，还有我们讲说，来排队的民众的一个安全。再来呢，到时间我们初赛是到11点截止，在截止的时候，我们再麻烦一位哈，我们是否请我们再请龙潭分队长好了，我们凯哥，麻烦你哈，指派一名，我们从11点初赛结束的之前。 请你站在我们在初赛的最后一位，那一边哈，然后往前进哈。好，那我们11点初赛截止之后呢，后面如果有民众到场的，如果初赛还没有完成，我们再看时间之内是否还可以进场，我们依照裁判长的指示。再来第二个，当我们第一轮我们的初赛结束了之后，再来我们要进行到第二轮的决赛的时候，那我们还有初赛。 来到现场，但是没有进场的时候，很抱歉哈，那个时候就是他叫弃权了啊，那我没办法再来进场。好，那再来我们在第二轮就是选边站，到选边站的时候，我们的人力是要最大的，中天一条线，还有摸字形要把它围起来，这个时候的人力是最多，所以在这个我们广杯一开始结束之后，我们要把场地这边整理。 把所有的三角锥收起来，收起来完成之后呢，接着红绳子要出来，所以我们红绳子出来，这个摸字形跟中间这一条线的时候，我们四个角落都要站人，中间的也要站人，啊，那这个时候的人力是最多，麻烦大家哈，在第二轮的时候都留在原地啊。OK， 大概是这样，谢谢。好，我们预计10点钟开始，那现在我们请我们所有工作人员，我们到庙里来上香，请五爷来保佑今天的活动能够平安顺利。